香飘飘中国梦想秀，让我们欢迎下一组追梦人。接下来登场的是一群快乐的舞蹈女孩。我们是艺校的学生，不像吧？在大家的心目中，艺校的学生都是高高的、瘦瘦的，长得很漂亮。但是我们没有。看着舞台上那些唱歌跳舞的演员们，我们很羡慕，但是也挺自卑的。为梦想，为自己，加油！今天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证明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能行。我们是来自艺校的学生，我们都是学舞蹈的。我想请问一下各位，你们的年纪大概是多大了？我们最小的是13岁，最大的是15岁。谁13岁？哇，好几个13岁的。我想问一下啊，一般像15岁的女孩学舞蹈的女孩，大概身高是有多高？我们这么大一般是1.65米左右。那你们的平均身高是多少？我是1.55米以下。就是你们的身高会比正常的学舞蹈的女孩子要稍微的偏矮一点，是吗？对。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你看完再说。好，那把舞台交给你们。是姐姐会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哈，其实我也知道很多的舞蹈院校对于学舞蹈的女孩子这个要求其实挺苛刻的，比如说在选拔的时候，无论是女孩的样貌、形体、身高，都会要求非常的严格。是的。你们有碰到过、有听到过别人对你们有这样的质疑的声音吗？这个有，之前我们很多人都去参加过其他学校的考试，有些甚至连这个勇气都没有，他们都是说你们身材也不好，长得也不漂亮，个子又不高，学什么舞蹈呀，就是这样。谁说你们不漂亮？我觉得跳舞的时候你们都是最美的，像天使一样的女孩。谢谢主持人姐姐。真的好漂亮。谢谢主持人姐姐。但是虽然听到过这样的声音，依然坚持着。对，因为我们喜欢就依然坚持。为什么流眼泪了？来跟姐姐说说。因为我觉得我们能坚持下来是一个很好、然后很多人都为我们鼓掌，让我们感到很欣慰。然后也谢谢大家，我们鼓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你们值得迎来这些掌声，知道吗？因为你们的表现真的是太棒了。那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的梦想很简单，我们就是为了证明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能行，我们不比别人差。来，大家请集体上前一步，让梦想照进现实。孩子们好。波波老师好。老师带你们来的。对，老师和校长都带我们来了。校长爱你们吗？很爱，我们也很爱校长。跟你说，我们私底下都叫他老爸。好，这个我们要看一下。同安，哎，校长是我，陈军。陈光把这个话筒给站在前排的那个穿格子衣服的女孩啊。你好，妹妹。波波老师好。陈校长收了你多少钱？不，学费一年是多少钱？学费一年24000多。一年？有没有免收的校长？有没有免学费的孩子有吗？目前我还做不到。你这样说你做不到，我倒反而心里踏实了。就是真的我做不到。对，20000多其实并不便宜。哦，20000多对吧？当然也不算很贵。我就怕有些人，我们老师，请讲。我插一句，哎，插两句不要紧。24800，管吃管住，还有他们的衣服、他们的鞋子、他们的所有的都管。还有一件事，我们是包分配。这孩子说话怎么喘气的？你不应该有句号的地方有句号，差点我误会校长。校长，我的好奇是这样的，如果碰到他实在是家里面比较贫困，你会不会跟他打一点折？有这件事，有，我们是以奖学金的方式奖给他。很好，这个很先进，就是你不是施舍。对，千万不要去施舍他，施舍他导致他会自卑。很好，您招收学生的标准是什么？我招的标准基本上是各艺术院校不要的孩子，就是对艺术有追求，但是由于可能自身条件亦或是学费的问题，最主要是个人条件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像你组织这个节目一样，圆梦，我也想圆很多孩子们的舞蹈梦。这一位呢，就是这个孩子呢，任何艺校都不敢收他。啊，为什么？因为他被车出车祸以后，他妈妈带着他来，我看了他的那个X 光片，我也吓一跳。他从颈椎到尾椎是 S 型，没有任何人敢收他。那重度畸形啊！但是这个孩子，他被训练出来了，他也决心不可能当演员，但他决心以后当一名好的舞蹈老师。我很欣慰，真的我很欣慰。妹妹，你非常幸运，很幸福，不但你现在站着在和波波老师说话，而且你居然还能跳舞，所以过去就是一个记忆，好吗？哎，你现在和正常人是一样的，对吧？差不多，除非就是可能下雨天、阴雨天，身上的疤呀什么的还会痛。哦，这正常，我经常也痛。谢谢，我们一会儿再见。波波老师，听讲，我真的想叫这个孩子跳一段吗？对，孩子来吧，来。谢谢，给他一点鼓励，所有的咱们的梦场观察员们，给他一点鼓励，谢谢。
实校长心里面现在最激动，因为当你的梦圆了，当你的学姐梦圆了，其实校长也是为圆梦的，因为他可能想向社会告诉大家，你们认为他废掉的这个人，我可以把他培养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们说他不能跳，我跳给你们看，我还能够让他成为一个以后对社会有用的舞蹈老师，非常好。大声地说出你们的梦想，再说一声，告诉大家，我们的梦想很简单，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我们一定能行，我们不比别人差。因为就像我们这样的学妹都能够在台上翩翩起舞，所以你们想证明的是你们不比别人差，对吗？对。但是以后千万不要这样说，我们不比别人差，其实已经比别人矮一截，我们很好，我们是最棒的。孩子们，你们是最棒的。谢谢。但我希望你们不要辜负你们校长的愿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好，音乐为孩子们送行，祝贺小姑娘们，谢谢大家，加油，坚强的姑娘们，加油，好吗？好，谢谢你们，谢谢校长，再见。最平凡的女孩，用最艰苦的付出，赢得了全场掌声，现场实现了梦想。加油，姑娘们，你们是最棒的。